《安世全书》，文昌帝君英志文，《广义节录》卷上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！阿弥陀佛！弥陀佛请翻开《经本》《安世全书》，文昌帝君英志文《广义节录》卷上。 第五十四页啊，五十四页啊，我们网络前的同修如果没有经本啊，大家听讲啊就好。五十四页从倒数第五行啊，从这个大致的、大致的看起啊，我先将这句啊念念一念念啊，大家对一对地方，埋石。 想宰相之龙啊，从这个地方看起啊。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救一众状元之选啊，就是救蚂蚁啊，这个属于护身救生。 啊，得到的善报。那么这一条呢，是把一条蛇给活埋了。那活埋呢？啊，那这个我们一般看呢是杀生啊。那杀生，那怎么反而他能享受宰相的荣耀呢？反而做上宰相呢？ 这个公案呢、啊，是发生在春秋时代。啊，孙叔敖啊，这个叔敖啊，是一个人名啊。他是春秋时代啊楚国的人，尾古之子。那么他的父亲呢、啊，名字叫尾古 他小时候啊，在路上啊看到一条两头蛇，啊，这个蛇一条蛇啊，它两个头。那么他也听人家说过啊，如果有人呐、啊、见到两头蛇啊，那必定会死的，只要看到就会死。啊，那么他这个。 看到了，那讲到了啊，听人家讲啊啊，看到两头石就会死了。那么他那个时候发、啊、一个善念啊，就是恐怕呢，后面又有人看到，那后面的人不晓得有多少人看到这个蛇啊，也都会死。啊，为了避免啊，让后面呢、啊。 的人看到这个蛇啊，他就把那条蛇啊，把它抓起来，把它活埋了，啊，埋了，当然这个蛇就死了。那么回家呢，啊，就哭哭啼啼的，啊，他母亲就问他呢，啊，你为什么哭的这么伤心呢？他说他在路上看到一条两头蛇，他听人家讲啊，凡是。 有人看到两头蛇就必定会死了。那我看到了他，我就会死了。啊，那他母亲问他呢？那你看到之后啊，那怎么处理呢？啊，他说我为了怕别人再看到，啊，别人也会死，我就把它埋起来了，不让别人看到了。啊，那他母亲听到。 他这么说啊，啊，那就给他讲啊，说你就不要哭了啊，你不会死的啦，啊，你这个花这个一个善念，这个好心呐、啊，把那个石埋起来啊，为了避免呐、啊，让别人再看到你这一念是善念啊，你做这个事是善行啊，所以你不会死了，而且你将来啊。 会有很大的福报了。这个、孙叔敖听到母亲这么一说呢，那么他才放心了。啊，那么到了长大呢，他这个性情啊，非常恭敬勤俭后来呢，做到楚国的宰相。啊，他当了宰相啊，当了三个月。 啊，全国大治那么他曾经三次得到做宰相的位置，他也不欢喜、不高兴啊，不会啊骄傲，不会得意。三次失去了宰相的地位，他也不懊悔啊，不以得失为意。 啊，所以在历史上啊，称他是善良守法、尊礼守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官吏，啊，得到后人的好评。那这个公案呢、啊，这里啊没有讲啊，我们补充给他说明一下啊，就是孙叔敖这个公案。那么我们看。 这个花名啊，啊，看下面那个小字的啊，花名，请看这个文：龙有四毒，有念而死者，有触而死者，有见而死者。 有闻声而死者，蛇亦如是。如之，孰敖所遇之蛇，当是有见毒者耳。然据楚中人云，彼处两头蛇，至今尚有，身黄色，长尺许。 其行可进可退，多如蚯蚓；见之初不为害，想别一种类耳。或者物类随时变异，如上古禽兽能作人语，今则不能之类。 我们先看到这一段，这一段是赵万世居士啊，根据这一个公案啊，他这个发挥说明啊，所以称为花名啊，再把这个公案呢、啊，再给他发展发挥出来啊，加以说明啊，称为花名。 那这里讲到龙跟蛇啊，龙啊，我们一般呐，哦，很少人见到啊。我们大概啊，我们见到的都是画画的，还有寺庙啊那个龙柱啊，石雕的那个龙啊，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真正的龙啊，可能很少人见到。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，他在过去在讲经的时候，他他讲，他小时候啊，跟他父亲呐、啊，到了福建啊，建瓯，到了福建建瓯，啊，建瓯好像属于是闽北啊，那那个地方他说啊，他小时候。 啊，读小学的时候，那有一天下午啊，要下雨呀、啊，阴天，那个乡村的人呐、啊，就叫大家赶快出来看，啊，看到一条龙啊，那个龙的尾巴呢，露出那个云端，掉在那个地方，啊，那大家都都讲了，啊，这条龙大概犯的犯了罪了。 被玉皇上帝啊处罚，掉在那个地地方，没有看到龙头啊，看到龙的尾巴，啊，那我们老上他说，他小时候见过，啊，那么他还有说见过狐狸精啊，变成人形，啊，这个脸部没有变过来啊，身体变过来，他讲了一些他的见闻。 那可见得这个龙啊，在经典上都有记载啊。佛经啊在，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《海龙王经》啊。凡是啊没有下雨干旱呐、啊，要去求龙啊来降雨。那龙的种类也很多啊，有有福报的，有比较没福报的，还有受罪的龙都有，种类也很多。 那么此地讲啊，龙有四毒啊，这个毒就是毒龙啦，像那个佛佛经上讲啊，毒龙毒龙它就是有毒的，有毒的龙啊。大家有没有到过寺庙啊？看到那个十八罗汉啊，或者五百罗汉啊，有一个罗汉他是。 骑在老虎身上的啊，有一个罗汉的，抓一个抓一条龙的啊，这个这两个罗汉就是罗汉，他能够降龙伏虎，降伏那个毒龙啊。罗汉呢、啊、有神通啊，六种神通啊，所以他能够降龙伏虎。那么降伏啊。 那不是善的龙，是有毒的龙啊！毒的龙会会害人呢、啊，啊！所以罗汉呐、啊，他就去把它降服了啊，让他不要去害人啊，不要去造业。那么此地讲这个四毒，就是毒龙了，有啮而死之，啮就是咬了啊，像啃啊、咬了啊，被它咬到。 哦，它有毒啊！那个毒传到心脏，那就人就死了。有触而死者，触就是你只要接触到就碰到就沾上那个毒就死了。碰到皮肤就被毒死了。有见而死者，见就是说还没有碰到，没有被咬到，只要看到就死了。哦，那这个更厉害了。 那就自己此地讲的两头蛇了，那个看到就死了，有闻声而死者啊，有有的没有看到啊，听到声音就死了，啊，听到那个龙啊，那个声音，毒龙的声音，他就死了。蛇亦如之啊，蛇啊，这个蛇也是跟龙一样有这种嗜毒。 啊，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石是小龙啊，所以一般讲啊龙石啊，龙石混杂。那石也是有这四种。蜀敖所记所遇之当时当是有见毒者。那孙叔敖看到那个两头石啊，听人家讲，看到两头石，你一看到就死了。那孙叔敖呢，他看到的那个两头石是。 见到就是死了啊！所以孙叔娃啊，他花了一个善心呐、啊，把他埋起来啊，不不不让别人再看到啊，那就是死，只有死他一个啊啊！避免呐、啊、别人呐、啊、跟他一样又看到了又又又被毒死了，所以他这个是善念善行。 然据楚中人云，彼处两头石，至今尚有。楚中这个楚，就是春秋时代楚国了。啊，春秋啊，五霸啊，战国七雄啊，春秋五霸就说有五个国家，在古代那个时候有五个国家啊，没有统一呀、啊。啊，统一是到秦始皇才开始统一的。 秦始皇之前没有统一啊，所以有五霸，有七七雄，就七个国家啊。春秋战国，那么楚是指它这个地区，就是现在呢，在大陆上的湖北省跟湖南省啊，湖南、湖北特别啊是指湖北省。 啊，湖北这个地方就是古代楚国的的的这个地方啊，所以这个周安世他讲这个诗，他写这个书是在清朝康熙年间，距离我们现在三百多年了啊，那那个时候啊。 清朝那个时候说，至今尚有。到清朝那个时候还有，那可能到现在呢还有。这个两头蛇。那这个两头蛇呢，它这边也写出来啊，它那个蛇的身体是黄色的，黄色，啊，它的长度啊一尺许，一尺多，啊，所以当这个蛇啊。 它可以往前走，也可以往后退，啊，那那蛮特别的，多如蚯蚓，啊，像像那个我们大家如果种田呐、啊，也看过蚯蚓，啊，我小时候啊，跟我母亲种菜了，挖地啊，那个挖下去呀，啊，常常那个泥土又挖下去呀、啊，那个蚯蚓就变两截了啊。 那以前那个蚯蚓就是喂鸭子的啊，我们叫养鸡养鸭的啊啊，然后挖下去啊两节啊刚好拿去喂鸭子啊，所以这个蚯蚓呢啊，年纪比较大的同学应该都看过啊，现在年轻的同学可能要到郊外啊啊有种菜的。 地方啊，啊就比较多，乡下比较多，在都市可能就就见不到了啊，所以这个像蚯蚓一样啊，见之初不为害啊啊，那么这个专是讲啊，他在清朝时代还是有人看到啊，但是看的也没有怎么样啊。 啊，也也没有，也没有死啊，也也,也初步害想别一种类的啊，他想一想，可能是是另外一种一个种类啊，不是见了就死的那一种，可能是另外一种啊，他们见到了另外一种啊，那人看了也不会有什么伤害啊，可能另外一种一个种类。 否则，物类随时变异啊！这个物类啊，也是会有变化的啊。下面就指出啊，如上古禽兽能做人理，啊。上古就是我们中国有历史以来啊，它伏羲神龙那个时代也叫上古，那个以前就叫上古。啊说五千年前呐、啊，那个禽兽，禽兽啊，它能讲人的话。 啊，今则不能之类，啊，今则不能就是那现在的禽兽呢，他不会讲人话。啊，不过现在呢，那个鹦鹉啊，啊，那个这这一类的还，还还是会会学习讲人的话啊，会讲学讲人话。那可能古代啊，比较多了，啊，禽兽都会讲人的话。 好，那么我们请看下面这一段啊。心中含毒者，多做实些乌功；唯有慈心之人，毒不能害。不然，彼以毒来，吾亦以毒往，是一时之外又添一时矣。吾众不能化石其可反为石化乎？ 这一段啊，主要是给我们说明为什么那些动物啊会有毒？为什么会有毒？啊，这个毒也是心中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心中含毒，那我们心中的毒，大家都知道啊。 活在经上不是讲的很细清楚吗？贪嗔痴慢，贪嗔痴三毒烦恼啊，贪嗔嫉妒啊，那这个会产生这个毒啊，烦恼毒啊。如果这个毒很严重。 这个烦恼很重啊，都是时时这个心中有毒，就是常常想去害人呐、啊，损人利己啊，啊心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嗔恚嫉妒啊，是常常想害人，啊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。 啊，这个害人的心，那这个心呐、啊，如果很严重，那死了之后啊，啊，就变成石蝎，蝎子都是很石蝎都很毒，蜈蚣都是有毒的。啊，像梁武帝的妃子啊，他就是生前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贪嗔嫉妒很严重，死了就。 都到十生去就死了，还好遇到这个宝智公禅师啊，观世音菩萨化身啊，帮他超度啊，所以编了一部梁皇宝、啊《梁皇宝忏》啊，《梁皇宝忏》就是给梁武帝的妃子啊超度的一个忏本，一个法本，嗯。 啊，所以就把他那个灰子啊，从那个蛇身呢、啊，超度到倒立天去了。我、哦、所以现在寺庙啊，这个在大陆、在台湾啊，在海外啊，有华人的寺庙拜梁皇宝忏的还是很多。啊，那这个就是他灰子啊生前呐、啊，心呐啊那种贪嗔嫉妒那个。 常常想害人唯有慈心之人毒不能害，那有慈悲心的人呐、啊，那个毒他能够解毒跟他不相应啊。那么，彼以毒来，吾以毒往啊！那对方他用那个毒害的心对我们。 我们也用毒害的心去对付他，啊，这样啊，一来一往，啊，那是一蛇之外又添一蛇，啊，那那一条蛇是有毒，它是有毒来的，啊，如果我们也是有毒的心去对待对待那个蛇，啊，那又添一一条蛇了，啊，是这个意思了。 啊，虽然现在是人的身体，但是心实心呐、啊，毒害众生的心就是，哦，实心了、啊。啊，无众不能化石，岂可反为石化无？啊，他的无就是我们呐、啊，纵然不能去感化那一条石，啊，那总不能啊。 反而被那那一条蛇所被它同化了啊啊！它有毒，那我们也也也跟它一样有毒了，那、啊、不跟它同化了，那就错了啊！纵然不能去感化那个毒蛇啊，我们也不能有这个毒心啊，就是要有慈悲心啊，不能有害众生那个心了。 啊，这个就是慈心啊！那么孙叔敖他埋蛇，他不是毒性，他是慈悲心呐啊！他、啊、不是要去伤害那一条蛇啊，他是怕这条蛇啊再去害到别人，怕别人受害，所以他花那念心埋那个蛇啊，他是慈悲心呐啊,啊，就是心态不一样。 啊，如果用毒害的心去埋那一条蛇，那就跟那一条蛇一样了。啊，它是慈悲心的，啊，所以不同，啊，跟那个杀蛇的人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：蛇为害人之物，故埋之不死人见。狗。 苟充其内，此凡为人害之，皆可作食官，除残尽暴，是埋两足之食，改往修来，并理自心之食矣。啊，这一段啊，要给我们说明，食啊是害人的动物，害人之物就是害人之动物。 啊，故埋之不死人见啊。这时候孙叔敖、啊、看到那个两头蛇啊，啊，当、啊、然会害人啊，所以给他埋起来啊，不让别人再见到。狗、啊、冲其内，则凡为人害之，皆可做蛇官啊。就是就是，再把它引申出来啊，就是人。 那人也有也有一些坏人呐、啊，他他存心常常要害人的啊，那存心都是要去害人的，那那个心啊，跟那个蛇就一样啊。那蛇是害人的动物，啊，人如果常常想去害人，常常去害人。 啊，那这个人不说跟那个毒蛇一样吗？啊，都可以把它当做呢，那是毒蛇来来来看呐、啊，啊，可做蛇观，就是可以把它当做毒蛇来看呐、啊。啊，除暴啊，除残尽暴，啊，讲一个残，一个暴。 残忍、暴力那如果你除掉啊，这个人间呐、啊，残暴的人啊，那就是等于啊，埋那个两头蛇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啊，残暴的人他，他他他是危害社会啊，危害人类啊，没慈悲心呐、啊，都是要害人的。 所以除残禁暴，禁止这些暴力、暴动等等的，那这个是埋两足之蛇啊！啊，所以引申到人来啊，那花名啊，就是引申到人类来啊，所以这个也是好事啊！除残禁暴。 就像买两头猪一样，让他不要去危害人类，危害社会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再看下面啊。 这个一段啊，所以改往修来啊，并埋自心之死啊！改往修来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没有慈悲心呐啊，常常啊也会去动念头啊，要伤害众生的心呐、啊。改过来，改往修来啊，那是埋我们自心呐、啊，吃死了。 啊，所以蛇啊，它是一个动物啊，引申到我们人心上来啊。如果啊，心呐、啊，会有伤害众生的这种念头，就没有慈悲心了，就毒害众生的心。啊，毒害众生的心呐、啊，我们要给它埋起来，把它糊住，糊住就埋起来了。 啊，就像我们念佛啊，把这个恶念呐、啊，把、啊、它降伏下去。啊，用阿弥陀佛啊，给他埋伏下去。啊，就这个意思了。啊，就是把贪嗔痴啊埋伏下去。啊，就是埋自心之蛇，埋埋埋伏啊自己心里那个蛇了。啊，就是三嗔是三毒。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：“自愚公自欲至此，乃帝君举行善得福者四人耳。一人行善得福，则尽人皆难矣。譬如树果长一而甘，何须知之皆淡？”那么这一段呢、啊，是专治居士啊。那么给我们到这里啊。 做一个段落的解说啊，就是从上面那个文啊，这个《文昌帝君音字文》啊，自从愚公自缢，那么到这一段啊，到埋石想宰相之龙这一段啊，这段经文呐、啊，就是文昌帝君呐、啊，举行善得到福报啊，来开示人。 啊，对人开示，啊，行善得福，啊，就是举出啊这些行善的一些种类项目，啊，行善得到福报的公案，啊，一个人行善得福，那所有的人都行善，那当然大家都能得福。 啊，好像树树上的果，啊，一棵树那个果很多啊，啊，你只要吃一颗，啊，就知道啊，啊，这个果很甘甜，啊，那也就不不需要啊，啊，每一只都要去吃嘛，啊，这个就是讲到啊。 这个举出来，这个公案很多啊，修缮的项目很多，好像树上啊那个果子很多，啊，你只要摘一颗来吃，都是一样甘甜，啊，就好像说，啊，你做了一某一桩善事，都是好的，啊，都能得福。 啊，这个就是像《华严经》讲的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了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。啊，做任何一桩善事啊，那都是行善啊，都有好的果报啊。那我们做任何一桩善事啊，都能得福。 以上啊，举出这些例子，这些项目啊，我们根据个人啊的因缘呐啊，都可以修。下户真事二者，啊，下户啊，就是在护带啊，真事就是往事过去啊，就是我们讲故事了。 啊，这个真呢、啊，就是真信的意思，让我们能够哦、呃，根据这个过去发生的事情啊，来增长我们的信心。啊，这是真信。啊，有两则，就是有两个公案。啊，请看下面的文：方便行杀，大宝基金。 这个公案啊，出自于佛经《大宝基经》啊，《大宝基经》。南登佛时，有五百古人入海财宝，内一二人善知兵法，恒为厚道，义。 尽杀五百人，而取其宝，而五百人皆不退菩萨，杀之则得无量罪，当九堕大地狱。十比众中有一导师，名曰大悲，亦知其意，因思念言：若杀此一人。 吾当自堕而道。若不杀此人，则五百善人当受其害；而彼二人，乃世世堕于地狱。吾若明告众人，又累五百人共发恶念，亦当受苦。于是生怜悯心，宁自受罪，而刺杀之。 佛言：导师及无生士五百古人及贤杰中五百菩萨是。那么这一段是经文啊，出自于《大宝积经》啊。这个方便行杀啊，这个方便行杀呢，在戒律里面呐、啊，开车吃饭呐、啊。 属于开戒啊，我们呢常常听说啊，开杀戒啊，大开杀戒啊，那个开戒它就不是幻戒啊，他这个公案呐、啊。属于开戒啊，在戒经里面讲的开戒。 那么，跟那个孙叔敖啊埋石想宰相之龙道理是一样的啊。孙叔敖他那个也是开戒啊。如果照五戒相今来讲，它属于开戒啊。那么，这个是一个公案啊。这个燃灯佛啊，燃灯佛是古佛了啊。我一一般讲燃灯古佛。 释迦牟尼佛前面的佛啊，这个在《千佛民经》都有啊，有五百古人，这个古、啊、就商人了啊啊,啊，那么这个字啊，如果在姓氏是念贾啊，那这里啊，是商人念古。 就是商人，入海财宝啊，那么到海里面呢啊,啊，去采取宝物。那在这个当然啊，就是坐船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这个出海啊，去寻宝去财宝。这个大家如果看过西洋的电影啊啊，那些。 那些什么海盗船呐、啊，那些啊，都是船开出去啊，都是要寻宝的，啊，或者做生意的，啊，这个古物就是买卖，啊，这就,就是做生意，啊，或者是到海里面呐、啊、去寻找啊这些宝物，在海里面呢、啊，宝物也很多。 那、啊这个五百就是商人呐、啊，那么这个五百人当中有一个恶人呐、啊，善知兵法啊，那、啊、就是说哦，他他懂得打仗啊，横为阔道，横就是经常啊，经常啊去做贼寇强盗。 啊，我们一般讲海盗啊，他出海啊，他是算海盗这一类的。啊，海盗也很多啊，现在还是还是有很多啊。这海盗啊啊，他都会抢劫杀人。那么这个恶人呢，嗯、他。 动了个恶念啊，要杀尽五百人，而取其宝啊！他动了这个贪念啊，他想把这五百人都杀死了，那个宝宝物都全部归他了啊！这个就是杀人取财了啊！而且不是只有杀一个人，杀五百人呢、啊。 而且这个五百人又不是普通人啊，皆不退菩萨。那么这个不退菩萨呢，有三四种不同啊。啊，这个我们在《弥陀经》念到了阿皮拔字啊，那那个那个不退菩萨，那是延圣三不退的菩萨。 七地以上啊，这一无上菩提，它不会退转了。那么在《法华经》续品《妙法莲华经》也讲啊，不退菩萨其数如恒河沙啊，就跟那个譬喻品相同啊。这个譬喻品里面讲，有德圆觉不退菩萨。 那么，根据《佛学大辞典》啊，按照啊，此处所谓不退菩萨啊，根据经文所讲的、啊，这个不退菩萨呢，这个层次也很多了啊。他这一类的不退菩萨呢，并无神通，就是他没有六种神通。 啊，甚至没有三种神通，没有没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。如果他有他心通、嗯，他就这些人，这个人要害他，他他他们就知道了。那可见呢，他们不知道，就是没有他心通。啊，但是有一个人知道，啊，一个人知道，那他是有他心通啦。 啊，加这个五百个不退菩萨呢，还没有得到他心通，我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啊，可能是指不退决定的初心菩萨，啊，可能是这一类的菩萨。啊，不然呢、啊，如果你说真正不要说三严正三不退了，未不退的菩萨，那就有神通了啊。 啊，初心位的菩萨呢，等于出果虚陀环了啊，他起码有两种神通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还没有得神通，啊，但是他们的确修行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，是菩萨，啊，不是一般人。杀之则得无量罪，如果把这个五百个杀了，杀一个就就罪过就。 就很重了、啊，何况杀五百个呢？啊，这个五百位不退菩萨呢，都被这个人杀了，那他造的罪业就无量无边了、啊。当九堕大地狱啊，堕地狱啊，时间要很长久啊。啊，这个在《地藏经讲》讲无间地狱、阿鼻地狱啊，那个。 做到那个无间地阿比地，那个时间太长久了。啊，十比众中有一导师，名曰大悲啊。那么这个大宋当中啊，有一个导师啊，他名曰大悲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名号啊，就知道这个导师很慈悲啦，很慈悲。欲知其意。 啊，知道这个人呐、啊，要害这个五百个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因思念言，思就思下呢，自己起个念头啊，讲了：若杀此一人啊，如果把这个要害人这个人杀了，吾当自堕恶道，那我一命赔一命。 啊，我多恶道啊，就是我一个人多恶道啊。若不杀此人啊，则五百善人当受其害啊。那如果这个人不给他杀了呢？这个五百个善人，而而且又是不退菩萨啊，必定被他杀害了。 啊，而这个恶人呐、啊，去杀害这个五百个不退菩萨，能世世堕于地狱，他就是生生世世很长久的时间要堕于地狱受罪啊！啊，他去杀害这个五百人，得到那个财财宝，实在讲得不偿失啊！死了之后堕到地狱。 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呀、啊，太苦了啊！那就是想到这个地方啊，吾若明告众人，又累五百人共花二年，亦当受苦。如果给大家说明了，说这个人要害你们呢啊，明白告诉大众啊。 那么又会连累这五百人呐、啊？哎，可能当当时大家起了恶念了、啊，大家要对付这个恶人了啊,啊！当这个五百人呐、啊，又起了恶念了、啊。本来他们都都没有起恶念，现在呢，听到这样啊，他起了恶念了、啊。那起了恶念，你又堕落了啊！亦当受苦，也也要受苦啊！于是生怜悯心呐、啊，啊，那么这个导师大悲啊。 升起怜悯心呐、啊，啊，宁愿牺牲自己，自己受罪了，我多恶到没关系，我就杀了这个人，啊，不要连累那五百人，啊，也不要让这个恶人呐、啊、多到地狱去，啊，因为因为杀人的才有罪了，被杀他没有罪啊，啊，他他这个恶人呐、啊。 他也不会堕地狱啊！啊，这个五百善人呐、啊，也不会被害啊！啊，那只是牺牲他自己一个人，所以就把这个恶人给杀了，而刺杀之。啊，那么佛言导师即无生死。释迦牟尼佛说，说当时那个导师大悲，就是我啦，我的前身啦。啊，行菩萨道的时候了。 那五百古人呐、啊，集贤杰中五百菩萨士，啊，贤杰有一千尊佛，啊，有五百位菩萨，就是那个五百个商人，啊，这个世尊啊，说过去世的一个公案，啊，那个这个公案呢、啊，他杀人呐、啊，他出自于慈悲心去杀人。 那他不但救这个五百不退菩萨，而且救那个恶人啊，是救他啦，啊，不然他那个业造下去，他不得了啊，啊，生生世世都地狱啊，啊，这就像孔老夫子一样啊，杀那个邵正毛啊，邵正毛啊，口才很好。 啊，死人都能讲成佛的啊！那他他一演讲啊，去听讲的人啊，比去听孔子讲的人多啊，很会讲啊，啊，黑的讲成白的啊！我们现在讲啊，名嘴哈，很会讲啊，但是啊，他会扰乱社会，误导群众啊，所以。 孔子当了大司寇，第一个就把他抓来给杀了，啊啊，整个社会才安定下来。啊，那如果那个邵正毛在我们现在啊，那、啊、那他他有什么罪啊？啊，现在你看呢、啊，这个世间那些名嘴讲一些邪知邪见的多的不得了，啊，法律也没办法去判他什么罪。 啊，而且要保护他啊，这样啊，民众深受其害啊，而且那些名嘴造口业，将来都拔舌地狱啊！啊，所以孔子杀了少正卯啊。 不但是救那些当时的人民，不要被这种邪见误导，也救了少正卯，让他少造罪业呀、啊。所以这一般社会的人谁懂呢？啊，所以佛在这个地方他视线的就是这样啊，两方面都救啊，就出自于大悲心呐、啊。 啊，像孙石敖埋两头蛇，他是慈悲心啊，他不是无害的心要去杀那条蛇、啊，心态不一样啊，动机不一样啊。啊，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案啊，按照这个公案啊，此所谓见机得杀也，然必先有灵至受罪之心。 然后可行此种方便，否则既欲贪其功，又欲持其罪，此念已不可问矣。何而福报之有？按照这个公案，啊，这个所见机机就是这种征兆出现了，那应该把他杀了。 啊，但是啊，必须自己要先受罪之心，就是牺牲之心。啊，像孙孙叔娃娃埋时，就死就死他一个人嘛，不要去连累别人嘛，啊，然后啊，就可以行此方便了、啊，就可以行这个方便。啊，如果不是这样的存心啊，想要贪那个功德啊，又要。 避免自己那个罪啊，这个念头就不对了。那怎么会有福报呢？啊，所以这个福报关键在心态。啊，心对不对？是不是慈悲心？还、啊、是贪嗔痴的心？关键在这个心。啊，万法唯心，万法唯心造。 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公案。壁蛇底面现果露，啊，那这个公案出自《现果随录》这部书。我亦故中博，故袭丑在温州为护将。 贺君尧所杀，为妻将妻于门人张条鼎家，曰：“吾前生误杀一死，今时为贺君尧。前六月十六，已害我于江中，因果应受，可欲我两儿务事报仇。” 张、由未闻功父及千人至温访之，食太仓吴国杰在温，应公于江心寺，名臣报公被害，广千余人密师无有。叶梦公立水中曰：“我前世为天台僧，即必一死。” 今以其命承君厚意，以前世为我徒孙故也。但向某湾寻之，即得矣。如言护命，我得失胡趁归坤上焉。那么这一段啊，这个是讲另外一个公案。 前面是埋蛇想宰相之龙，孙叔敖啊，哎，他把蛇啊活埋，啊，杀了这个两头蛇，哎，他享受了宰相的尊荣，得到福报。那么这一条呢，避蛇抵命啊，你是杀了一条蛇啊，过了一生，他遇到了啊，那就。 他、啊、就讨病啊，讨回去了，啊，这个下面我们看这个文，我亦故中博啊，这个中博是，呃，官的名称，啊，一个职官的名称，啊，官职啊，啊，关联啊，他、啊、职务的名称啊，叫中博。 啊，这个中博在周朝时代啊是六卿之一啊，他掌管礼仪祭祀啊这些事情啊，后来啊属于礼部之子，礼部就现在的教育部啊，所以后来的人呐啊,啊称这个中博啊也称为礼部尚书了啊，礼部尚书就等于现在的教育部长。 啊，大中博啊，礼部尚书是大中博啊，礼部侍郎啊是小中博啊，他等于是副部长这一类的啊。那么顾中博啊，就是已经已故的中博啊，顾喜丑啊，这个是这个中博啊，他的姓名叫姓顾啊，顾喜丑。 在温州啊，温州现在呢，大陆啊，浙江省温州市啊，那我们同修啊啊，可能有人去大陆啊去旅游啊，这个应该都去过啊。温州啊，这个我们过去也常常去做法会啊啊，距离我们台北。 不是很远，啊，温州机场飞到桃园呐，回到嵩山啊，有一次啊，我坐了大概五十五分钟就到了啊，很近了啊。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温州啊，啊，这个顾习畴这个钟伯啊。 在温州啊，被一个副将啊贺军尧所杀。啊，这个副将啊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将军呐、啊，副将。啊未几，未几就没多久，啊，他被杀了，他被杀死了。啊，杀死的呢，将机就护在人的身体，啊，这个叫将机我们一般讲啊。 鸡同鸡谈。那么降鸡降在哪里呢？这个啊，就是降在门人张调鼎家啊，就是门人就是他的学生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学生呐、啊，啊，姓张叫调鼎啊，降在他家，降在他身上。 那我们看到这个护体的很多啊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？我们是看的太多了，真的不假啊。那么他护护体啊，降级就护在这个门人张条顶他们家里，那护护身他说讲话了、啊。 啊，说无前生呐、啊，就是这个护身的这个讲话，这个啊，这个冤魂呐、啊，啊，就是故习仇啊，他就说了啊，他说前生误杀一死，他故去生呐，不是这一生呐、啊，故去生呐，他杀了，而且杀这一条蛇是误杀。 啊，误杀了啊！金蛇为贺金辽啊，那这个蛇过去身被他误杀了，后来那个蛇后来要投胎到人道来做人了啊，就是这个副将贺金辽，姓贺，贺金辽啊。这前就是前面呐，六月十六日啊，他说这个贺金辽啊，已经杀害我于江中了。 啊，这个在江江当中啊，被他杀害了，啊，他就说明啊，因果应受。他说，这个都有前世啊，因果的，啊，他要受这个报。啊，可遇我两个那就是说，请转告他两个儿子啊，不要报仇了。 那过去生我杀了他，这一生呢、啊、被他杀了，啊、这个，这个这个账就了了啊，就不要报仇了啊。所以务事报仇。说张由为文公父啊，这个张调鼎啊，他的门人啊，他都还没有收到讣文呐、啊。哎有人过世啊，得发讣文，发讣文通知他还没有收到讣文，啊。 但是没有收到复文啊，他这个神魂啊已经降级在他家了，在在在在他家说话了啊，说他就是吴锡畴被这个副将贺金辽所杀害在江中啊，他的他的尸体呀、啊、在江江里面呢啊,啊，但是他们还没有收到复文呢、啊。啊。 啊，还没有收到复文，所以急欲遣人至温访之，赶快派人啊到温州去，去访问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这个访啊，就询问调查了，啊，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事情啊？啊，那这个这个，呃，顾惜仇是不是真的死了？ 啊，因为遇到这种护体的啊，大家总是要去求证一下啊。时太仓吴国杰啊，太仓的是江苏啊太仓的人啊，就时就是那个时候啊，太仓这个吴国杰在温，他在在温州啊宴公于江心寺，宴就是请客了。 啊，这个江心寺在温州。啊，这个江心寺是一个寺院。啊，这个在江的当中在江心寺。啊，它四边呐、啊、就像一个岛屿一样。啊，那四边都是都是江啊，都是水。啊，所以那个寺院呢、啊、是在那个岛屿啊，啊，算内地的一个一个一个岛屿。 啊，所以那个寺院呢叫江心寺，啊，这个江心寺啊，之后又重修了啊。现在到如果到温州去旅游啊，那现在也是一个旅游点，啊，江心寺。那么宴公就是宴，就是宴请啊，请这个顾惜愁啊啊，请他在那里吃饭。 啊，名臣暴公被害啊，请客啊，可能当天请客完了，他被害了。那第二天呐、啊，早晨呐、啊，他就通报啊啊，这个顾惜仇被人杀害了。那他杀害呢？那尸体被他丢到那个江里面呢、啊？ 广千余人密师。啊，广千余人就是，赶快啊，派这个捕鱼的人呐、啊，啊，那么在江里面呢、啊、去找他的尸体，无有都找不到。啊，夜梦公丽水中也。那么晚上啊，梦到啊，这个顾惜愁啊，啊，他站在水水。 当中讲话了啊，说这个我前世为天台生，即必一死，今抵其命。天台就是浙江天台山啊，这个天台山呢、啊，我去过几次啊，在浙江省天台山啊，是天台中的花源地，智者大师啊。 在那里啊，创立啊天台宗，啊，现在日本啊天台宗很多，啊，都从那里传过去的。那么这个顾齐仇他前世啊是天台山一个出家人，击毙一死，就是他去杀了一条蛇，啊，金抵其命啊，那这样追称呢？ 啊，碰到了啊，那这个还他一命了、啊。成今后裔啊，以前世为我徒孙故也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啊，那么成蒙啊啊，这个君就是这个吴国杰啊。啊，那么他这个后裔啊，他很好意。 啊、那么前世啊，啊是他的徒孙啊，这个讲到前世的这个姻缘了，啊，那么就告诉他了，但向某湾寻之即得矣。他说：“你到那个江啊，哪一个湾，你那边找尸体就在那里。”如缘护密果得尸啊，那么如他讲的啊，到那个地方找果然啊，看到尸体了、啊。胡趁归鲲长言。 这个秤呢、啊，就是棺木贴近身体的啊，就是那个尸体放在那个棺木里面、啊、棺木里面那一层叫秤了啊，所以古时候这个棺木有棺椁啊，外面一层叫椁啊，里面里面那个放尸体的啊，那个叫称。 这个，那么就给他啊送回去啊，昆啊，这个昆山，江苏啊，那个地方啊，藏烟啊，这个是发生在江苏昆山啊。现在这个江苏省昆山啊，台山很多啊，我们有很多同学。 啊，在昆山啊设厂啊啊！过去这个澳洲精争协会副会长林立春居士，啊，他他们是桃园啊，桃园人啊，桃园客运啊，他他父亲啊，他们家家开的啊，他常常给我讲啊，叫我其他那边玩啊，我、哦、到现在都还没有一年去啊。 啊，他他给我讲昆山呐、啊，好像台商很多啊，江苏昆山。那么周安世其士他是昆山人啊，所以这个事情是发生他们这个故乡这个地方啊，所以这个就把他送回去昆山埋葬了啊，这个公案到这里啊按。 公前世为天台生，后世为至中博，且文章节义俱灼灼可传。然有难免避时之报，况来历万不及此直乎？视之之杀食子，勿徒以熟敖为借口也。啊，这一条就是按照这个公案呐、啊，啊，那个专事是提醒啦、啊。 啊，那不要说哎，那个孙叔敖那个埋蛇都会想宰相之龙啊，那我们去杀蛇，大概大家都很有功德了。他说：“你不能这样的想法了啊！”啊，孙叔敖他是存慈悲心呐、啊，啊啊，就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前身，他是慈悲心呐、啊。那如果你不是慈悲心呐、啊，你杀害众生呐、啊，那一命抵一命啊，那果报不一样啊。 啊，因不一样，果报不一样啊！所以这个顾惜愁，他前世是天台山的出家人，啊，后来呢，你看在转世，他做到这个中博这个官位相当大了，啊，且文章结义啊，据卓卓可传，卓卓就是都是高超出众的。 但是呢，这个因缘果报遇到了，还是很难避免。过去生就吉避一这条蛇啊，这条蛇那投胎再来做人啊，一碰到了，他他怨念相报啊，那讨命啊。那像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人呐、啊，这个果报都难免啊，何况来历啊，不如。 这个顾惜仇呢？啊，这个世间杀生的人呐、啊，啊，不要以这个孙叔敖作为一个借口了啊！就是你不能借借这个理由啊去，去干这个杀生的事情，将来以后果报啊，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！那你看啊，你看了安世高啊，是安息国的太子。 后来出家了，两次来中国还命，还命债，这个都是告诉我们的因果啊。那么今天啊，这个啊，庄严寺发一个公案啊，这个公案是呃现代的，在我们台湾的啊，这个是最近呢、啊，我请请人拍这个城隍庙，台湾城隍庙。 啊，把我们老上提倡的城隍庙啊，是因果教育的场所啊，所以拍了这个。那么他去找了这些资料啊，刚好找到这个资料。这个资料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前面我们讲这个公案啊，这个胡姬就是附体的，附在人身上的，是清朝时代。那现在呢，更多啊，变得更多。那么这个。 故事也是一个附体的啊，这个是发生在民国九十五年啊，在嘉义的中辽安溪城隍庙举办，嗯啊，这个城隍文化祭啊，发生了一件冤魂南桥深烟的气水气血状的故事。 啊，这个是一百年前呐、啊，牵扯到一百年前一位来自台南呐，啊，就是台南到嘉义的被虐杀致死的阴魂呐、啊，哎的无头公案。啊，那么过程很离奇呀，啊，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。那这个嘉义啊，中辽安溪城隍庙。 他建庙是是乾隆四十年啊，这个城隍啊是少数穿龙袍的城隍爷啊。过去要、啊、穿龙袍这个皇帝才能穿的啊。那这个城隍爷啊，他穿龙袍这个契水状啊，它是发生在民国九十五年啊，就是我们今年是民国一百零九年。 就是十四年前啊，十四年前。那么在嘉义中寮安溪陈王庙举行超度八掌吸阴魂的八祭普克大典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啊本来是天空都是很晴朗啊，忽然呐、啊、乌云密布。 啊，那么这个一道一道的红色闪电呢、啊，打下来啊，在场的信众啊，都觉得情况不太对劲了、啊。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就是有一个女信徒啊，手持大把清香，啊，痛苦的说出来，啊，说请这个城隍爷啊，帮他做主，还他一个公道。 啊，他不甘练呐、啊，被他们一群人凌迟致死，跟他虐待啊，跟他杀害致死啊，而且呀、啊，头把他砍下来啊，让他身首异处啊，这个冤魂啊，附在人的身体，很不甘练啊。那么原来这个一位女信徒啊，陈小姐，是在。 多日以前，梦到一个年轻的男子啊，请他帮忙生烟，那并且啊，将当时发生的事情一一重现在这个陈小姐的眼前啊，就是一幕一幕的给她托梦。那陈小姐梦醒以后啊，她就以针筒啊刺出鲜血啊，在一条丝绢上写下泣血状。 啊，内容啊，就是一百年前呐、啊，有一位住在巴掌溪对岸的男子啊，那么在晚上夜晚呐、啊，渡过巴掌溪啊，要抓这个夜鹭夹菜，那么却被村民呐、啊、误会了啊，以为啊他要来偷捕鱼啊，啊，因此被。 凌虐致死，啊，那么、個、案发当时啊是晚上九点半，啊，一直啊，啊凌虐他到隔天清晨四点才死去。死了以后啊，还用镰刀割下他的头颅，啊，使他这个身体头都分开了。那一百年来啊，这个冤魂也曾经向当地庙宇的神明伸冤。 啊，那这些神明啊，只给他回答呢，无能为力，他们也没办法。那么多年以后啊，早上由宜兰嫁来此地的陈小姐才得神言。那么这个陈小姐是宜兰人，啊，那宜兰呢、啊、嫁到他们那个地方啊，嫁到嘉义那个地方，就护在这个陈小姐身上。 啊，将啊架在鸡身上啊的这个安溪城隍爷听到这个事情之后，十分激动啊。当下这个城隍爷呀、啊，就受理这个案件啊，带着这个泣血状啊，回到案发现场那么众人呐、啊，发现这个泣血状啊，上描写的景物与现场十分雷同。 啊，在经过地方祈祷，确认了解，百年前呐、啊，确实有这个事情发生。啊，而且呢，远远嫁到此地的陈小姐，啊，就是从宜兰啊嫁到嘉义的这个陈小姐啊，她却能够在气血状一一指出，啊，那个不是她自己本身呐、啊，那必定是有一个。 无名力量就是被护体了，来指引啊，他才有办法写出来那些啊。在安息城隍爷指示之下，百年呐、啊，猎杀那名男子的居民后代，全部人手持清香下跪，代替祖先向那名男性道歉，再由城隍爷施法替王子接上头颅。 该名啊冤死百年的男性冤魂才肯放下仇恨啊！现在网络上仍可找到当时冤魂深冤的影片，场中气氛十分哀戚。安西城隍爷受理此案的激动不可言喻啊！但百年冤案终须了结，希望以后不要。 再发生这种事情，啊，那这个城隍爷秉公处理啊，也让人万分的这种尊敬啊，啊这个是他们传来给我这个这个现代的公案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公案呢、啊，看到《安史前书》记载的是清朝时代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现在也有啊，啊，现在还更多啊。 啊，所以我亲自看到的也就不少了啊。这这些这些事情你看前面讲这个被丢到江里面，其实人对人他保护。那么在我们佛法唯识论里面讲啊，果报啊啊，有遇地遇时啊，这个遇到的时候啊，他。 就那个果报啊，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啊，这个是彼此报的时候彼此不同的一个一个身份啊。你看的、啊、这个前身，他是三条蛇，他是人，他是蛇，他是还是一个出家人啊，蛇是畜生道。 啊，那这一声报的时候呢，那两个都是人啊。那也有这个鬼神跟人的啊，所以在戏子有一个同修啊，啊，因为戏子莲社有,有,有个同修，他的先生呢，我很熟悉的，人很好啊。但有一天呢、啊，他突然被附体了。 啊，后来他他的同修啊，那送到国泰医院啊，当时我也去看他了。国、哎、泰医院就我们新立路那个道场，没没走路就到了。他现在住在那个医院呢、啊，那个就从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从床上跳起来啊，然后啊，那个动作就像女人一样的，拿那个手帕在在在嘴巴咬咬咬。 我就跟他同修讲，我跟他太太讲，我说这个很明显了、啊，这个看医生没有用了、啊，冤亲债主啦、啊，啊，过去生啦、啊，不是这一生的啦，过去生啦，啊，那这个冤亲债主他是鬼神呢、啊，那在鬼道里面，那这一生来向他逃命。后来他问我怎么办，我说我也没办法了。 后来我说，我只能欠你印经了、啊，回向给他的印经债主。啊，后来他哦花心啦、啊，出了五十万啊，我就欠他做我们敬老和尚讲的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那个，那个时候是 DVD 啦，啊，做那个回向给他印经债主啊，不然那一年呐、啊，他我看他命都快没了。 啊，后来他花现五十万，啊，五十万之后呢，就给他回向了，回向慢慢又比较稳定下来了，慢慢稳定下来，后来就出院了，回去了。后来又多活了十年，啊，我记得是多活了十年，啊，到了一三年呐、啊，二零一七年前呐、啊，正月十五的时候啊。 他那一段时间又开始发作，那个烟魂又来找他的，他都常常自己跑出去。啊，后来呢，在好像元宵节前一天，正月十三号，我记得是正月十三号，有一天他吃过中饭以后，他就自己自己跑出去，他家人、他女儿啊也不知道。 那后来跑到那个百福社区呀、啊，那边有个桥，那个基隆河那边呐、啊，跳下去了。啊，那他后来家人发现了、啊，哎呀，知道他去跳河了。啊，以前要去跳了好几次都被拦住了，啊，那一次就去跳了，后来去江里面的找，找了半天叫那个潜水夫去找也找不到。 啊，后来是托梦了啊,啊，梦到找了大概十几天了、啊，啊，后来他那个尸体就插在那个泥土里面，后来才找到。啊，后来找到啊，这个送到那个八堵那个基隆那个殡仪馆，哎呀，我也去给他念经啦、啊，给他回向啊，啊，这个这些事情啊，啊，我们看了很多。 我讲不完的啊！那大陆就更多了啊！这个、这个、这、国内、国外啊，都都有这些事情啊！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公案呐、啊，啊，深信不疑。古时候有，现在有，而且还更多啊！说明啊，佛在经上讲三世因果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 啊，我们必定啊要相信活在经典讲的话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，这是哦、呃、埋石想宰相之龙啊。那这个两个公案方便行杀啊，避死抵命啊。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。那明天晚上啊，我们从下面玉广湖田西平。 虚平心地，啊，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，啊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